左立高，向右上方斜行笔，竖画。这个横间距基本相等，提按转折过来，勾上去，稍微有点弧，向右上方提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。右部的话，撇，有粗到细，横在撇的中间偏下几笔，不要写太长。这个撇在横画中间偏左，捺笔向右下方斜行笔，要突出捺笔，笔第一个撇短一点，这个撇长一点。竖画要轻入笔，用垂漏竖，不要写太粗。右部的话先写撇，撇要向下垂直，横勾，竖画微微向左下方斜的，横撇短一点，向左下方有粗到细，捺笔然后向右下方边行边按，最后出锋，空间留出来。这个高低要错，这个出头要长一点。开，先写竖画，要垂直，横折向右上方斜行笔，这个横变成提，竖画，横要细，竖要粗，要稍微长一点。勾上去，里面这个撇用竖撇，高低要错位，这边是斜的，这边是平的，间距这边是倒，两点高低要有变化，横左低右高，竖不要写太长。横间距基本相等，捺笔要相对要长一点，竖勾要垂直，上面出头短，下面出头长，点往左上方靠，不要跑到外面去，横间距基本相等。